我去跟他们谈，尽快召开一个军事会议，讨论一下下一步红军的行动方向。我军截获了蒋介石发给何健的命令，何健在湘西已经布下了10万重兵，等待阻击我中央红军北上。 Я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е согласен с идеей Мао Цзэдуна, что мы должны идти в Гуйчжоу. Этот план провальный. И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его обсуждать и тратить на это время. Ли Де, 同志，你怎么还不清醒啊？你应该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不是当初死打硬拼，吃了败仗，我们会有今天这个结局吗？我们都拼死在沙场，还有用吗？ 能夺回失去的苏区吗？李德同志，你说不讨论就不讨论，总得给个原因吧。 Причина очень проста.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не может просто так блуждать. Ей нужен надежный плацдарм, крепкая опорная база, чтобы быть готовым к схватке с Гоминданом. И план по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ю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ом решает именно эту задачу. Я согласен. Анлай, 你的意见呢？博古同志，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敌人10万大军在那张网以待，如果我们继续北上，会十分危险的。А в Гуйчжоу не опасно, да? Если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пойдет в Гуйчжоу, Комендант непременно подтянет свои юнанские, гуйчжоуские, сычуански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даже хунанские войска, чтобы нас окружить. И это все намного опаснее.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мы способны прорваться на север и исполнить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ый план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ом. 李德同志，我想请问你，我们刚刚在湘江经历一场血战，现在只剩3万多人，而且长途跋涉，兵困马乏，士气低落。 敌人呢，是以逸待劳。请问，我们如何从数十倍我们的强敌中穿过去啊？ Ну, будем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п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 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你就用一句“随机应变”带过？这不是儿戏是什么？泽多同志，你也不要这么激动了。好。 那我就很严肃地问一句，在情况已经很清楚的情况下。这会还没有开完呢，是不是对我们自己的同志太不尊重了，博古同志？
放心吧，。来，让一让啊！啊，谢谢。哎，安英嫂，来。安英嫂，这是要换钱啊？来来来，帮一帮，帮一帮。哎，我来。我是来送盐的。哎呀，安英嫂，喝水。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很缺盐，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能帮上你们。谢谢安英嫂，那把你的纸币给我们吧。这是多少？我从来都没数过。局长，数一数。哎，不用数，不用数，我就不是来换钱的，我是来把这些钱，还有我卖消炎赚的这些银元，都送给你们。安英嫂。这可使不得，毛主席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我们，让我们把乡亲们手中的这些纸币都换回来，不能让你们吃亏。是啊，你们红军过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怎么会让我们吃亏呢？安英嫂，这真的不行。都明白，但是眼下你们比我们更难，所以这些钱你们必须收下。安英嫂，哎，妹子，这盐我们收下了，你把这些钱留给我们，家里的日子怎么过呀？对呀，把这些银元拿回去吧。不行，这些钱你们必须收下。不，拿回去。好，我去拿这一张，留作纪念，等着你们早点回来。妹子，谢谢你，请相信我们，毛主席一定会带着红军队伍重新再回来的。好，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放心，一定会到来的。好。同志，把我的也全捐了吧。我也捐了。谢谢谢谢谢。红军早点回来。谢谢谢谢。全捐了。谢谢，谢谢乡亲。谢谢乡亲们。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早点回来。谢谢乡亲们。谢谢。我也都捐了。谢谢，谢谢乡亲。谢谢，谢谢，谢谢。毛行长，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都很累，说实话我也累，但现在不是我们松懈的时候，因为我们屁股后面还有一大波的敌人在追着我们，我们只有把他们摆脱掉，才能好好的休整。据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家底了，一会儿出发前一定要再仔细的清点一遍，一件都不能落下。这些物资关系到咱们红军上上下下的生存问题。毛行长，放心吧。同志们，大家再咬咬牙，坚持一下，我们一起把这最难的时候给挺过去，好不好？好。有没有信心？有。收拾东西，准备出发。这边怎么样了？我这边换完了。哎，辛苦了。子辉，杰成。哎，何老。何老。哎呀，哎，注意脚底下。哎哎，哎呦呦，你们换完了吗？哎呀，我们换完了。好。哎呀，前面那个村子，群众手里头一定还有粟币，得换回来。可是那边是红白交界区啊，敌人随时会出现，太危险了。危险也得去，红军的信誉重要。这样，你们换了一天，别累了，回去休息。我自己过去啊。哎，贺老啊，还是您老先回去休息吧。那个村儿，就让我跟杰成去吧。好，对，大家一起去，一起去。走走走，一块儿去。不喝水了，大娘，谢谢。喝口水吧。不喝了，不喝了。对了。喝口水。如果您身边还有一些村民，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把苏币换成银元的，你就通知他们，我们一直都在这儿啊。哎，好的好的，谢谢大娘。不客气。你们苏币都换成银元了吧？换了。大爷，去那里。好好好好，大家不用着急啊，所有的苏币都能换成银元的。我也来帮你换。这是我的。好。我的。谢谢谢谢谢谢。两个银币，一个银币。记录一下，谢谢。两个，还有我的。快，藏起来。今天很顺利啊，老乡们很配合。乡亲们。谁能提供共军的线索，老子赏银元30。哦，过来看他们被人包围了。知情不报官，快回去找人过来支援。别怪我不客气了啊！注意安全。别因为某一个人连累了大家。师傅同志，快带着人跟我走。发生什么事儿？发现了国民党的别动队，咱们的同志有危险。平井士兵，所有人跟我走，快带上武器，快点，怎么着？
队长，说吧，还有同党吗？说不说？都别动，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要不然我崩了他！我刘志才最恨别人威胁我。敌人占领了宁都，现在已经直扑瑞金而来。同志们，看来我们的瑞金撑不了太久了，所以我们要抓紧突围。突围？向书记，咱们该怎么突围啊？我们的意见是分兵突围。我和陈毅同志带一部分人去宽田地区继续战斗，随时配合野战军准备反攻。毛泽东同志，你带一部分人去赣南打游击。好。张鼎丞、谭震林同志，你们都去闽西领导那里的游击战争。好。好。邓子恢同志，你和陈潭秋同志护送瞿秋白同志还有何老安全的离开苏区。我们不走，这个时候大家更需要同心协力。我同意何老的意见，既然我选择留下了，就要坚守到底啊。何老，我们也是考虑到你的身体和年龄呀。我没问题。我和秋白跟张鼎丞和谭震林同志到闽西去打游击，就这么定了。那好吧。同志们，就我刚才宣布的方案，还有什么建议吗？没意见。没有意见。陈毅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没什么补充了。泽丹同志，会后留一下，我们再研究一下突围的具体作战方案。好。红哥，别劈了，够烧就行了。喝点水，歇会儿。不是说了吗？不用你帮忙，快坐下。让我听听这小子有什么话跟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儿子啊？说不准是女儿呢。女儿就更好啊。像你一样聪明能干，油嘴滑舌的，也不知道跟谁学的。秀秀，我可能得出去几天，我不在家的时候要照顾好自己。红哥，这次去哪儿？
敌人就要打来了，我得护送伤员跟中央领导突围。不过你放心，等我完成了任务，一定第一时间就回来守着你们。红哥，我跟奶奶还有孩子等你回来。同志们，由于情况紧急，现在我们召开的这个特殊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要商量一下红军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到底是转战贵州还是继续北上。阿来啊，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多说两句。李德同志病了，所以这个会议他请假没法参加，但是呢，他的意见让我转达一下。红军之前的作战计划不能更改，必须坚持北上湘西和二十军的会合。可是伯谷同志，你也知道，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敌人已经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布下重兵，重新建立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的道路。而后面呢，国民党中央军9个师和湘军的2个师已经占领了遂宁、通道和晋州，留给我们讨论的时间不多了。既然我们明明知道敌人在前面布好了口袋，但为什么要往里钻呢？就不能往其他地方转移？26军团呢，刚刚发来电报，他们已经打下了桃园县城，使得湘军后院起了火，受到牵制。这正是一个好的机会嘛。何武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我们经过苦战跟26军团会合，又能怎么样呢？况且这湘军很难打，湘江一战我们就吃了大亏，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如果我们还按照原计划继续北上的话，我们的红军将会受到更大的打击，甚至是全军覆没。吴国同志，如果红军因此遭遇了灭顶之灾，试问到那个时候谁能负责？谁能向共产国际负责？向牺牲的那些同志们负责？李德同志吗？他能负得起这个责吗？王稼祥同志，你这是强词夺理吗？好了，我时间紧迫，还是转回主题吧。那好，我问一下大家，就算我们转兵去往贵州，就能保证摆脱掉敌人的围剿吗？就能保证一定不失败吗？两害相权取其轻，两相比较分析，我们还是渡过乌江去黔北为上策。在乌江以西只有侯之旦这一个师，乌江有200多里的江防线，他一个师守得过来吗？再说了，我们如果渡过乌江去到黔北，还可以建立新的根据地，同四川的4方面军去会合，难道不好吗？我同意润之同志的意见。我也同意。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好了，既然大家的
这个字啊，念国。国。对，就是咱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国。这个字呢，念家，大家的家。说到家呀，爷爷问你，你想家了吗？想。想了。嗯。哎呀，那明天我们就把你送回去，别跟着我们往前走了。哎，不要。我不是想家，我只是想我奶奶了。不是想奶奶了，你这个小鬼头啊！哎，日金呢？来，爷爷封好了，看看怎么样？来，这是军装。军装。来，扣上扣子，看看怎么样？哦，稍微大了一点点。等有时间呢，爷爷给你缝一个合适的。他还得长呢。对对对，薛姨啊，我要你的帽子。哎哎，爷爷这是自己缝的，爷爷给你准备了一个，来来来，看戴上怎么样？嚯，很精神嘛！谢谢石爷爷。来，让我看看。像个红军小战士了。听我的命令，稍息，立正，敬礼，礼毕。大佬，您是干什么的？哎呦，回来了！爷爷们好。哎呦，这不小红军战士吗？看看，确实不一样了。回来赶紧坐下歇会儿吧。来来来来来，看我在外边给你们找回来什么好东西啊？什么好东西？快来快来，茶叶。哎呦哎呦，这可是好东西！快快快，赶紧沏上，赶紧沏上。啊！哎呀，我们俩这是出去啊，不仅带回来茶叶，还带回来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今天呢，值得庆祝一下，黎平的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啊。怎么样？是按润之的意思，还是？我们听说啊，在会议上，绝大部分同志都赞同润之的建议啊，所以，我们红军准备要移兵追。成之心，想要用我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我的贡献。我始终严格按照王明同志的正确指示执行战略路线，可事与愿违，我们的第五次反围剿还是失败，转移突围也遭受到了重大挫折。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结果。我认为造成这样的结果有三点原因。第一，敌我力量悬殊，敌人的力量十分强大。第二，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跟瓦解敌人士兵的工作力度不够。第三，我认为我们的战略指挥没有问题，只是在具体的执行上不够坚决，动摇迟疑，甚至
犯了一些小的错误。医生，就是我今天报告的全部内容。我讲完了。鼓什么掌？有什么好鼓的？我认为讲的就不错嘛。混淆视听啊！这，报告同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红军遭受了如此大的挫折，你就这么简单潦草的几句讲完了？对啊，这就说完了。就是，彭德怀同志，同志们，你们听我说。刚刚啊，博古同志做的是主报告，后面呢，我还有副报告，请大家都冷静一点好吗？刚才，博古同志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屡屡受挫的客观原因。这是一个令人终身难忘而又沉痛的教训。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究其根本，就是我们党的一些人犯了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我们制定的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完全脱离实际。左倾错误路线影响这么大，持续这么久，并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我也是有责。针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来谈谈我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博古同志的报告在很多的地方都是不正确的，是避重就轻、片面的。就像毛泽东同志刚才说的，博古同志只分析了客观的问题，而回避了一个军事领导者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自我批评完全没有。其次，博古同志还有李德同志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现在一切的军事决定权都由李德同志一个人包办，而军委的集体领导权完全被取消，对于军事上的不同意见不单不听，反而采取了各种的压制惩办的方式，使得下层的一些指挥员的机动灵活性和创造性完全被抹杀。第三，博古同志对李德同志在军事指导上犯的一些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一些错误作为，不单没有发现制止，反而呢积极的拥护助长。同志们，这些错误都是非常严重的，博古同志跟李德同志所犯的错误，正是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提到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大家的使命。李德同志，请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完。还有第四，这些错误主要表现为以堡垒对战堡垒的作战方式，以错误的阵地战
来取代运动战，这完全的舍弃了我们红军的长处。这种以己之短对敌之长的错误打法，最终让我们没有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被迫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张闻天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就是真正的以偏概全，混淆视听。博古同志，让洛甫同志把话说完好吗？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福建事变原本我们可以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起来一起对抗蒋介石的，但最后呢，最后我们错过了这个突破第五次围剿绝佳的机会，在突围转移过程中又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形势对我们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同志们，这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例子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啊。洛甫同志说的对。我也觉得洛甫同志讲得非常好，我也来讲两句。已经三点了，兰兰，明天我们的会还要继续开，要不然今天暂且到这儿。什么意思？不开了？不开了？好啊，今天啊已经不早了，大家都回去休息，明天啊接着开。都回去吧，散会。哎，洛甫同志，哎，等等，周副主席，早点休息吧。跟上，好，跟上，后边跟上，走，尽量再快点，还好吧？快点，家们，跟上，咱后面跟上，跟上，好，队长，队长，走，怎么了？别掉队，后面来一队白匪兵，大概多少人？有一个连队的人。好大哥，敌人追过来了，你带人先走，我来断后。你先走，我断后。你还有伤，快走。我这点伤不算啥，没时间了。快快快，执行命令。后面跟上。播报陈毅同志。滚滚长江水向东流。漫漫长征路，无尽头。
是否已化作那漫天星斗？待我荣归后，再聚首。曾大道都先祖，朝着阳光走，不回头。是谁？春暖鲜花开满山。